杀人！你必须得和爸爸准时来接我。人啊，最愚蠢的就是骗自己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我就是不想让你舒舒服服的出去，老爹要你死！爸爸妈妈呢？妈妈被你姥姥和舅舅接走了。这是我妈。找你妈来了是吧？妈，她改嫁了。听见了吗，淑玲？你儿子在哭。要见你儿子一面，朱玲，滚！啊！当初我们家就是让你毁了，哎，小狼崽子，给我滚一边去！那就给我看好了，我们家当初就是让你给毁了。啊！朱玲，啊！爸爸，你腿还疼吗？没事。爸爸，妈为什么不信咱们？不真的不理咱们了吗？不会，妈妈可能是生咱们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去晚了，能接着她吗？明天早晨我再带你去见了面，你就问你妈，好吗？小灰狼真讨厌，把我给妈妈采的野果都给弄坏了。狼，大灰狼还打你腿呢。爸爸，明天咱们一块儿去打狼。不许胡说，那是你舅舅，知道吗？他不是我舅舅，我不喜欢他。好了，该睡觉了啊！来，哎，这边啊。真的没人能踢吗？队长，我因为有点急事没来得及请假。好吧，那我马上赶回去。找媳妇去了。穆超啊，也别往心里去，现在都说城里变化可大了，可不像咱们当时离开那会儿那样了。那女人离回城，还不心都飞了。
谁还惦着回咱们这穷地方来？老刘，当着孩子别说这个。不说了。怎么到这儿来了？都是你跟着艾谦到的。他一告诉妈妈就跟他急了，等妈赶到的时候你就晕过去了。都是你哥不好，让你受罪了。我儿子，他们来过，让你哥给哄跑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们来过家里。队长，哟，方叔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方叔回来跟队长报个到，顺便给儿子打饭。啊，吃饭呢。兄弟，看看，腿都让大巨哥干折了啊！看看，守了那么多年，人家不还是飞了？废话，他那媳妇儿漂亮的呢，能跟他住那一小木屋？要我，我也攀高枝去了，找人家去了，人家呀根本不见。那女人连孩子都不见，哎呦，不要！你们一帮男人，嚼什么舌头？他不要我了，他跑了，怎么了？孩子我一个人带，我把儿子养的，怎么了？哎、老三，老三，别急啊！那说什么呢？吃饭不好吃饭。行了，兄弟啊，我现在没事，不能霸道。你这是干什么去，玲？玲！哎，你干嘛去？王八蛋！玲，你敢打我？我这是喊你！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杀了你！怎么了这是？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跟这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淑玲，淑玲，你别拦着我！姑姑，你快拦着你妹妹，别让她跑了，快去！不管了，你快拦着你妹妹。别让他跑了！你快去啊你！他干嘛揍你啊？我记住了，打你爸，以后不许理他。爸爸，爸爸，你怎么了？骗人！骗人！口口声声说盼着早点出来，咱们一家三口好好生活，为什么要说谎？为什么要说谎？淑玲，你不是这种人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那我以后再也不理妈妈了。对不起，儿子，不怨妈妈。
怨爸爸，爸爸喝了酒胡说八道了，不怨妈妈，妈妈说永远不抛弃咱们爷俩，永远不抛弃。那他为什么还不回来？妈妈今天晚上就回来，坐最后一班车。真的？他要是今天不回来，爸爸明天去接他，好吗？爸爸该去巡岛了，你好好写作业。我想找一下桑木昭。桑木昭啊，还在巡道呢。同志，我有急事儿，我是桑木昭的爱人，麻烦您能帮我找他一下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现在很忙的，挂了。哎，哎，同志，我就是想告诉他们，我明天就到了。
桑田。站住！少爷，无名。爸爸，你听老爸的话，我一辈子不原谅你。无名，无名，无名，喂！把眼睛闭上，闭眼！儿子，把眼睛闭上，把眼睛闭上！撞得都不成样了，这孩子可怎么办呢？太可怜了。哎，先处理后事。哎，老桑德城里边还有什么人呢？除了那个女的，好像她父母在南方哪个地方住。你好，你是裴淑玲吧？桑木昭，他出事了。
想等接你出来，咱们就回城，咱们一家三口好好在一起生活。家属人已经装得不成个样子，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们也已经和他原来城市的单位联系过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父母，把事情说清楚。
妈情愿被你打死。妈妈，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！妈妈错了，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。妈妈，thank you.
是整整1825天，知道吗？在那些时候，我天天都掰着手指头，想啊，盼啊，盼着我们一家三口能团聚的这一天。那些日子太难熬了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终于来了，可是你去哪儿了？你去哪儿了呀？你怎么就那么狠心？你把我们娘俩扔了就不管了吗？啊！昨天晚上想了一宿，你原谅我，不能把你送回你父母身边，因为我怕两位老人会受不了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喜欢这山清水秀的地方，那我就把你留在这儿。我和儿子会经常来看你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和儿子都是我的命啊！你走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过我想的明白。我真的想得明白，我知道儿子已经没有爸了，我不能再让他没有妈。你放心吧，以后的日子就是再苦再难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会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堂堂正正的像你一样的男人。儿子，跟爸哥们道话。